真正缘分注定的人呐，在遇到的第一眼，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吗？我告诉你，有的。当真正缘分注定的人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会感到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像是久别重逢。你会感到对方有一种宿命般的吸引力，让你无法自拔，而对方呢，也会被你所吸引。这种感觉可能是一见钟情的冲动，也可能是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感。尽管缘分是一种无形的存在，但一旦你遇到了缘分注定的人，你们之间的吸引力是双向的，不需要任何人去费心的追求。即使在一些阴差阳错的时刻，你们可能会分开，对于其他人来讲，你们只是路过的陌生人，而对于彼此来说，却是注定的缘分。这种缘分注定的人会像一把刻刀，刻在你的心里，留下永久的印记。确实如此啊，当你遇到一个缘分注定的人，你会发现以前曾经喜欢的人、经历的人都只是暂时的将就，而这个缘分注定的人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宿命感和幸福感。你会觉得这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啊。如果你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与你宿命感很强的人，那么我想说啊，也可以跟老师聊一聊，看看这个人呢，是不是你的正缘。